下去吧。你下去干嘛？这怎么能怪我？艾玛是坏人。早安大家，今天呢天是忽晴忽阴忽明忽暗不定的，早上起来呢已经例行做完瑜伽了，本来想做一节非常早的，结果呢就是有一点点耽搁没有做到，做了一节就是中等时间早的，但是也是做的还蛮爽的，所幸这老师今天教的也很好。然后呢现在已经洗好澡了，给大家 update 一下我的眉毛，因为我现在素颜啊，已经好像比昨天浅一些，昨天颜色算是比较深的，今天跟我头发的颜色还蛮 match， 但是之后呢好像过两三天以后它会慢慢的脱一层皮，之后颜色会更淡一些，可能更自然一些吧。因为刚才我看评论的时候小伙伴问我，就是这眉毛的效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做的是比较挑眉，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有 arch 的眉毛。现在我去化妆，跟大家汇报一下下午的行程。下午呢我要去 HR， 我要去商场，然后呢参加我小伙伴的一个小活动，我过去把它当一下小太阳，战队保护它。然后然后呢对，他是我的小太阳，说错了，我去当他小太阳簇拥下的光芒，战队保护他。然后呢之后我就要去看一下那些优衣库和 COS， 因为之前呢有一段他们上了秋装了嘛，然后在网上看了那些公众号文章推送啊，我觉得颜色超好看，所以想去看看今年秋冬，然后这些平价又时髦的店到底有什么秋冬新潮流，到时候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Hopefully 我们能配出两套衣服来。下午见，化妆去了。你要录我 squat 的腿吗？哦，我不敢，我可以吗？你在工作吗？阿斯卡，你靠我的脚。啊，我让正常的他跟你们 say hi。我给大家照一下，这是雪儿的一位小二马。绿色是 matcha honey lemon。I'll take this。How long it gonna last? 我给大家看看雪儿的先吧，在艾玛画的时候。第二天会慢慢变深。稍等，我对焦。你这是一个星座。我是一个天平的那个天平座的一个图像。好玩。因为我一直想纹身，但是又不敢，想说试试看效果。This dries, it'll get darker. And then the color that it actually ends up being depends a lot on like the chemistry of your skin. I see. So like dry skin stays better.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I love it. 我在画半永久纹身。我来给你一个很酷的运镜。厉害。我在纹我的星座。我跟我的基友们跟姐妹们一起去逛优衣库，看看蛮好看的东西，好看又包容缺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什么显胸大，我有胸的不用显。艾玛妈喜欢这件衣服，你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因为它是 Max Mara 的圈， Max Mara 都在出这种了。 Six pieces。现在我已经在优衣库的更衣间里了，基友呢给我选了一件 Burberry 风，不对， Max Mara 风的大衣，这边呢小二马给我选的上衣，还有搭着的小毛衫，和基友们选的裤子。啊，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今天的衣服吧。今天的衣服本来是一套彻底不一样的，结果呢基友说我的衣服太土了，太小朋友风了，所以说给我换成了另外一套格子风。好了，开始试试衣服吧。我怎么觉得这个风格似曾相识，是那种法式浪漫风，之前安妮好像类似打过。然后呢裤子是这种灰色，这种比较西裤的裤子，但我觉得裤子是不是稍稍显胖。但是上衣呢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里面这个衣服感觉很百搭。外套好棉哦，一般像这种戴帽子的外套，我喜欢那个帽子特别大，试一下这个帽子大不大，还蛮搭的，很有安全感。这是一个那个 back to work 的穿搭，就是如果说是那种白领风啊，在 downtown 的那个上班楼里面穿，应该还是又 casual 又专业的那种吧，对不对？得不得到 Emma 妈的 approve？ 什么鬼？我刚刚开始录你就搞这种东西？Aria 见到了她的婆婆，
艾玛是她的婆婆，因为她从小就嫁给了 Soap。有味道了，臭了啊！嗯，臭了。哎呦，洗澡洗澡。你这个筐也太松了吧，给撸出来的。对，直接撸出来，不给撸。Aria 进来。哎呦 ，Aria， Aria 进来，进来找妈妈，进来找妈妈。哎呦，出啥事了？就我每次看你这镜子，我都很羡慕。我给你了，安心姐妹，我给你。我干嘛要撑喷？看，然后看谁能赢过谁。好，你们争，我吃饭。你能不能给我们计个时，看谁时间长？不好动。我就在这里、啊。那你能走开吗？你 plank 吗？来吧，说三二一吧。3, 2, 1，开始。Ready。你还好啊，我抖得还蛮厉害的，你听我说话，好好好好好，神经病，别说话，说话你就抖得更严重。我不行了，快啊，你撑一下。哦，撑一下。哎呦我的妈。你还可以撑多久啊？还可以撑一段。真的吗？嗯。那你肚子好厉害哦。还能撑一段，可能还能撑个一分钟。I'm so jealous。下去吧。你想去干嘛？这怎么能怪我？艾玛是坏人。老院说你们在干嘛呀 ？Like one minute。真厉害。我一般是三分钟 maximum。Holy。就不行了。我憋气能憋挺长的，再吹。下次要不要比一下那个？那个不行，你自己憋吧。我穿个运动裤跟你健健身好吗？好。那你啊。So I'm gonna talk to you for a little bit. 我今天去 Mac 买了一个 ，No, actually, 我今天去 Nars 买了好几个新的东西。I'm so excited to try them on. 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叫 Gina. Yeah. 是在刚才你说话吗？ Yeah. 他说，哇哦，你是不是睡着了？这是 Mac Closet 的魔力。咻。安妮，吃饭吗？喝酒吗？叫过来吃饭，哪里练呢？都行，我给你拿两个垫子吧。好，拿个垫子。你给我把我弄瘦了行吗？我怎么能可能把你弄瘦？我都是个胖子。你就把我弄瘦了吗 ？Need to be skinny, like really skinny. 你跟 Aria 聊一下这个事儿。Aria， 你把我弄瘦了吧。Aria 说我。你这垫子好啊啊！这哪个牌子的？我喜欢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像学校里的那种 board， 可以贴一点便利贴，有没有像？太滑了，太滑了！我刚刚还偷了 Tom Ford 那个东西，滑死我了。动一下。那你要好好的说啊 ，Hi guys， 从一开始来，从头开始说起。Hi guys， today we're gonna do a， 来怎么说呢 ？Relax yoga flow。No no no， I want weight training。OK， intense yoga flow。来吧，我们先开始。就是那个身体浮动，那个像海浪一样，像左右的那种。你可以向两面，或者左右，或者前后，或者甚至可以下来，就比较舒服。你自己把它拉开的那种。伸右手跟左腿，然后呼气的时候往里收，吸气的时候往外伸。再做三组。哪个荧光鞋？好好健身，后面那个后期向下。妈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瑜伽教室什么都没有。还让玩具好吗？在你后面是个很丑的美人鱼。往上去到很高的地方，往下去到手腕，往上去到很高的地方，往下去到手腕，抬起来。我们坐到咖啡来为止，好不好？那是什么？怎么了？咖啡来了吗？好，谢谢。出汗了吗？运动开一点没？嗯。
Hello 大家，刚才工作了一下，然后呢发了一发照片 Instagram， 赢了一下夜，卸个妆，顺便跟大家说两句话，直播卸妆过程。然后等一下呢跟基友一起吃一个晚饭，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尴尬的那个撕逼神综艺，叫什么？各位游客请注意，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陈学冬的组，因为 drama 很多，张雨绮的组也还可以，但是我非常想跟欧阳娜娜和黄宗泽同步，因为黄宗泽有点帅，那比又可爱。今天用的卸妆油是 Chanel 的这个眼唇卸，用它卸了全脸，我觉得这个眼唇卸超好用的，比那些卸妆油还好用，就这么轻轻的塌在眼睛上，再难的睫毛膏都能卸掉，哎，超喜欢的。然后因为纹了眉毛了嘛，所以今天就没画眉毛，但我涂了一层染眉膏，我现在在轻轻的卸染眉膏，我担心我按太重还是有一点点疼。这里长了一个痘，好痛。有眉毛真是一副好有神的感觉哦！我正常的时候，我感觉如果卸掉妆，尤其是一天之后就已经很憔悴了。但是现在有眉毛，就感觉整个人刚一起床，马上去做20个俯卧撑的感觉。等一下饭来了，开始看综艺的时候跟大家聊天吧。饭时间，因为有一个基友不能吃淀粉，所以这是麻辣烫，只有菜。有没有肉啊？我又不是不能吃淀粉的那个。啊、但是你拍的是有面的那个吧？哦，那没关系了，反正两个我都不吃，我减肥的，我超厉害的。其实我下午刚才把吃了一顿，几点？四点多。你们吃了什么？点了什么？玉楼东。哎妈，今天下午还信誓旦旦说，等等我，今天晚上见哦。哦，然后他回家了。他回家了，我hurt my feelings。你要不让我吃一口吧？给你吃。我不要面。哦，天哪 ，Justin knows 入境了。Justin knows more 入境了，我就吃一颗，你就把这颗给我就行了。哦，行，这是我的一颗菜。你点了什么辣？小辣，好吃啊！为了他们走开了。我没有在看这个综艺了，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尴尬的让人欲罢不能。你们有没有什么综艺是觉得很尴尬，但是一直想看？推荐大家看这个，各位游客请注意，就是挺人的呀，这导游。对啊，能那个解说这么多地方，各位游客请注意，而且它特效做的特别好，哇哦！那今天大概就这样了，哇，屏幕好黄呀，我是小黄人，正好也穿着黄衣服。今天你不是来我们店里吗？然后不是有几个sales associate，就是小姐姐们，她说，哎，Regina跟Emma本人都比视频里面好看太多了。然后那个什么摄像头就是把那个人都拉得好宽了。哦，真的假的？你是不是逗我开心？就一顿彩虹屁，你知道吗？真的。哦。那你现在可以吃了，你现在可以吃了。那我吃饭了。那开玩笑了，我在镜头里面跟所有对我表现出这么多善意的小伙伴说谢谢。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吧，晚安。今天我收工了，希望你们也有好的一天。你干嘛在背景里面骂我的狗子？我给你们看我的狗子干啥？实际上是我的狗子很过分。看他的装傻。他在要求吃人家的东西。那 Ariel 也跟大家说完了 ，Ariel 不许吃啊。